凌晨3:15，陈一通出战击剑男子顿剑铜牌赛。下午2:30，李阳、王麒麟出战羽球男双分组循环赛。下午3:00，林怡君、刘婉瑜出战女子不定向飞靶第一天。下午5:00，王冠宏出战男子200公尺蝶式预赛第二组。晚间6:13，戴宇轩出战射箭男子个人赛64强。晚间6:20，黄晓雯出战拳击女子54公斤级16强赛。晚间8:49，林子祥出战射箭男子个人赛64强。晚间10:00，吴少玄出战轻艇激流男子 K1 预赛第一趟。晚间11:45，汤志军出战射箭男子个人赛64强。31日凌晨0:10，吴少玄出战轻艇激流男子 K1 预赛第二趟。以上是台湾代表队选手7月30日参战奥运赛事的赛程预告，出赛时间皆为台湾时间。更多赛事内容关注中央社，一起为台湾队选手大力加油。